打瓦阿卡丽确实不太好办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们这一级就别入侵了，在这儿等着就得了。 我听说你是在三十秒到达在你的国王面前鞠躬打。这些琴弦中的其中一根会射到你的脑袋上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 全军出击！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操了，剩5滴血，我吐了。 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加速！咻！咻！你这人是真是我是真服了，兄弟，你这人是真是运气是真是有点好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 确实运气好，确实。回剑。不用回剑呢？你咋回来吗？你还要玩死我呀？你咋那么狠呢？我看看来，你这回你再给我运气再好一个。好事都让你占了，你这。 归功回血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约个熊。 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哎，不给我加个血吗？升个级啥的呀？ 那就是我们的路。别送了，这怎么能叫送呢？咱俩220，他220，我也220，顶多我就跟他55开，这怎么能叫送呢？ 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 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？有烟雾弹。
勾引到了一个扣，这就好办。记得你呀，呀咻，好牛！有好几个鸡呀、啊，都没中。呀，咻！我们的本能如同地上的锋利。其实我挺想杀的，但我觉得我有点秀不过他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哎，他把烟儿放了。哎，我咋除草了呢？快跑啊，快跑，快跑！这小子生了。给他也吓一跳，看着没？哎，给他也吓一跳，他以为我们里边有人，其实不然，我们里边没人，给他吓坏了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吃个药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我也升级。不能否认鸡的力量。召唤师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闪现。我疾跑一开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也该我了吧？啊！你们俩够了，也该我了。是为弱者准备的。家应该是有点无敌了。我们的先来一个水银海，地刀般锋利。它是粗的钉啊，还是有的钉啊？它好像是粗的钉，它自己整了个钉出来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熊的，哎。你这查克拉也不够用啊，是不是一手小鸡仔的？哎呦啊，这个平 A 出来的有点快呀、啊！这人又剩一身血没死，简直了，真的，回回老剩一身血，我都不想跟他玩了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我跟他玩游戏累，老开挂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这鸡怎么还不能？主要还是乌迪尔削了。这小鸡儿这个东西削了以后，伤害有点低。他们的死亡
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哎，不能否认你的不着急上啊，凶的力量。给你个小鸡儿，就是这个，我们的本还有这么点血敢上翻锋利，不会吧。啾啾，我疾跑一开，咻，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啊，指引着我们的拳头。还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不干了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我拦死了。火蓝，我会记得你。你为我们家做的贡献啊，是这个。再见。无敌了。这回确实是无敌了。我已经分离者。基本上我就可以变成一个打不死的小强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 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你他妈搁这干哈？干哈呢？你跟我俩啊？你给我跑，妈大跑，给你点面子了吗？我们自有用处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上路好像已经没有人来了，我们把伊塔拿了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查克拉都不够打我的，回家出装呗。去中路蹭蹭塔皮，这塔皮没回血，眩晕。这把还是得出点魔抗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乌迪尔要是能一直升大招还行，现在还是不是那么很厉害。我一身的雾抗找着阿卡丽打，是不是有点精神病？什么精神病？你才是精神病！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疾跑开起来，熊的力量，跑，咻，烫死！我们的本能如同剃
拿我的，拿我的红！切！拿我的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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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火蓝上当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哎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小可爱可以定住。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，哎呀，给我划了死了。可以，装备挺好啊。先来一个冰星。再来一个振奋。板甲配紫炎之力，对面这把有没有回血的东西？有啊，紫炎之力不要了。我们不会怜悯板甲加反甲。谁呀、啊？这下路这么放肆！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给个人头啊！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我这把还有个露露，简直是有点无敌。就是这个蓝凯可能有点逮不住，跑得太快了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吃个药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闪。没闪出来，这阿卡丽这英雄打人太疼，该虚。467/282/155，太疼了，没闪出来，刚才摁闪现了，没出来。玩家不行，没魔抗，阿卡丽打我太痛了。人家这薅着这波的 AOE， 这简直是拉满。等振奋一做就好了。其实也是有点狼了。谢谢。去中路，沙米拉干嘛来了？吃个药。中路搞一波。熊的力量！熊的力量！你他妈跑！熊的力量！龟的力量，那就是我们的路。哎呀，你给跑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还有意外收获。漂亮，这沙扣是 AP 的吗？怎么伤害那么高？人在继续。熊的力量，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这个大嘴巴，先回家出振奋。
否认你的本能召唤师。卖了，算了，等会儿闲吧。等个二十块，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没有白甲跑得慢是慢了，但没办法，白甲有点太弱。就是我们的路。给我截住他们！拆中吧，不行，拆中，拆中，拆中！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。呀，沙米拉，这不是我的菜吗？往哪儿跑，小妹妹？记得你呀。没事，他拆不下来。凯隐是不是在这打蛤蟆呢？不能否认你的本能召唤师。打完了，中路塔掉没？掉了就行啊。下一件我们再玩点。那移动速度快不了多少。如同剃刀般锋利。带一波小线儿去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哎，是明智的。哎呦，我这潘森！我跟你们说，这波可老了人了，这波得五六个人。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机口一开，再见。哎，我又回来了！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咻！可以打大龙。我们家有个盆不见了，那你说是谁整没的呢？是你整没的？我们家有个盆莫名其妙没了。不知道上哪去了。恶谢死了。能指引着我们的拳头。我要去追沙米拉了，谁也别拦着我，我来了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闪现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好他妈疼！不能否认你的本能。队友呢？薅着打死的呀！
凶的你的呀，你给我空中给我晕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往哪跑？鸡的力量，追加板甲，配一个反甲，但物抗不够用，二百点物抗还是太少。还没了。给大家结个账。